等一下 ，Q 波现在来到了中华玩家，好不好？讲到中华玩家，大家都一定有印象，搞不好你身上就有一件中华玩家的装备。那这一次中华玩家呢，来到 MOA， 哦，也是有新东西来跟大家推出。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，来，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国军数位迷彩对 JBC 哦的背心，以及我们的弹带一系列，不管是手枪弹带，还是我们步枪弹带，还有我们散弹弹带、杂物包哦，甚至枪带。甚至有我们所谓这些资料袋，还有我们的回收袋，哦，都一系列全部都是我们国军迷彩的。而这些东西呢，这一次来 MOA 会场展览呢，只能展不能卖，真是可惜。而它未来预定的发售日呢，会是在明年哦，明年的三月份，不一定。也请大家能够持续追踪我们的中华玩家哦，中华玩家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。中华玩家的包啊，真的很好用，奶超个喝吞。哦 ，CP 值够够管的 ，QMO 就自己有一个了。哦 ，QMO 真的有一个，然后常常啊，中华玩家又做很多很棒的臂章，也请大家真的可以去支持我们中华玩家，好不好？那 QMO 讲到这里，好，谢谢。